已经买差不多五十个了。啊，最右边那一位是你几年？我四年啊，什么黑？哎啊，对，财经点，财经四年级的张仁峰哈。啊，再过来这一位是社学四年级哈、哦，四年级的林梦如。再过来这边是造船，嗯，是啊，直聘三年级的王光胜，这方面同学啊，再过来这边是化学四啊，火气味，化学四黄龙镇。听讲今仔叫做侪熟识来，当然。后来就是造船三四，造船四林一川哈，那个来就是啊许朝家哈，许朝家是会计三，哈大气哦，会计四哦，许朝家哈，这咱节目单面顶拢有啊，提来对一下哦。啊，这个是化学士孙一信哦，过来这边是啊，等我讲了，过来这个是电研哦，电子研究所上面做的，电子电路哈，今嘛一年哈，啊陈春杰，啊过来这位是我来叫做的，心理二对吧？对啊、哦，心理系二年级庄雅人。这些好像有两个人鼓掌，一个人五十。过来这是啊，法律系四年级，法律系三年级哈、哦，三年级李慧颖，今年三十五六十八九十，啊我唔变啦吼，来鼓掌。阮这头前这物件就是安那，时机无味啊。淡掉可惜的是，反正人拢慢慢仔来，慢慢仔拖。其实咱较精彩的东西先解尾啊，吼。